你不懂你就不要乱说。我怎么？然后我们的故事暂时不懂啊，你们的他们都知道了。啊，我怎么？但是你现在这样子啊，不污蔑我的话，我让我很不高兴。让你和因为昨天你让我不高兴了，所以所以那个安杰，你你也在。我跟你说啊，你不要在这里啥也不懂，在这里乱说啊，你知道什么啊？别以为别以为我不懂那个时候我你这个事情已经让王飞哥很生气了，我跟你说啊，酒吧里面我那个时候我在做那个保安的时候，你做个保安，你做个小小的保安，你说你能知道什么？你做保安你知道公司里面有多少个员工吗？这你都知道吗？我这会儿联系不到那个，你就连做保安，那个、你就连公司里面有多少个员工，有多少个人，你都不知道，你还知道公司内部的事情了？你还管到公司里面这个东西那个东西来了？这些那个保安，我做那个保安，我那个有我自己的办法，我如果我不知道的话，我也那个。不会，我也不会说出这些话的话。你知道个屁！你知道什么？你知道？我明天我就去，找那个我明天我就去那个找那个小小的爸爸，然后、你去找，你去找他吧，你去找他吧，你去找他，然后不要在这里跟王飞哥说这些。啊，你该干嘛你干嘛去。你如果安杰啊背后说人家坏话。那他那个王菲他你连不让我屁都不知道，你好过的时候他不让我好过的时候，那我也肯定不让他好过上，对不对？哦，然后我现在我今天给王飞哥跟你们两个是一个段位的人吗？没有，你们两个人牵扯上牵扯得到一块去吗？啊，牵扯到一块去，他有一辆车住，你好不好过跟王飞哥有什么关系啊？啊，那个王飞自己好不好过是自己打拼出来，自己努力出来的，不是。别人让你好过你就好过，别人让你不好过你就不好过，都得要靠自己的努力才能让自己好过，知道吧？你想靠谁好过啊？那个安杰，那个你那个王菲他有一辆车就了不起了，是不是？你就只有你这么认为啊？王飞哥从来都没有这么认为过，就只有你这么认为啊？你这是在自己说的啊？没有人这么说。他就是那个就是装。哇，曲博，我不知道这些话是怎么从你嘴里面说出来的。王飞哥怎么装了啊？那个我前面的话，我前面的话。我前面的话就是他有一些那个王菲有很多那个网友他们不知道的是我知道，但是我你能知道什么？你能知道多少？你知道什么？我那我知道王菲这几个人怎么样。那三个字打出来，家人们。我那个前面他在那个。公司里面那个公司里面那个王菲他前面在那个公司。主播，我跟你说，你不要在这里胡说八道乱说啊！你在这里乱说，别人也没有人会相信你说的话的啊。那个
王菲她前面在那个我现在她不让我好过的话，我要去找阿美，我要跟阿美说那个王菲以前在那个在那个她在那个公司里面是怎么调戏她的那些女助理啊，那些。那些或者那个女秘书那些怎么调戏那些这些我都要跟那个阿美去说。我举个，你的想象力真好，举个，你的想象力真好，你可什么什么想象力，我看不出来，看不出来你还能会说出这些话出来。什么想象力，我是因为那次我是因为我做那个保安的时候，我是那个我去那个里面我去那里面，我那个那个声音里面，我在外面的话就是听不到嘛，对吧？我就在外面我路过的时候那个声音我听到了，我就以为是出我就以为出什么事了，我就把耳朵添进那个大美让你看一下，原来那个大美他们搞忘记了关了，我就悄悄的开了一点点，悄悄的开了一点点去看了，然后我就看到了跟女秘书他就跟许诺，我不知道你这些话是你是怎么想得出来然后说出来的。我跟你说，你看你自己说了，你自己都不相信，你自己都在那里笑。我跟你说，不能，人不能这样在背后说别人。我跟你说，你这样的会得到报应的。我跟你说，举报。啊？你这样的话会得到报应的。我跟你说。什么？报应啊？我那个我说的都是实话。你是不是在你自己身上发生的事情然后转化到王菲哥这边来了？什么我这种事情你说王菲哥怎么可能做得出来吗？我跟你说啊，这些事来那个曲报，这些事是我来，我就不方便说了。来，我们直播间所有家人们啊，诽谤别人结果结局会怎么样啊？去他直播间告诉他，他有可能不懂啊。然后希望你不要掺和我们公司的事情啊。我也不知道你是怎么知道什么啊？我们公司怎么分价分多少钱，这些你是怎么知道的？但啊，你不知道情况的情况下，希望你不要乱说，管住自己的嘴啊。这是给你最后一次警告，希望你能明白啊。结局是结果会怎么样？你乱说别人结果会怎么样？特别是你现在掺和的这种利益上的这种乱说话，结果会怎么样你直播间的人会告诉你现在你直播间的这些家人们会告诉你，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的？我的直播间你们就不要打了，我的直播间不能打这些，然后我就咱们就把它挂了啊，咱们就我直播间也不要听他的话，不要听他的话，不要听王菲的话不要他说打什么就打什么的咱们去，咱们就不提他了啊，咱们就不提他了。那个咱们直播间所有家人们啊，我用这个另外一个号开播，因为我现在这个号不能。然后我用我另外那个号开直播，然后想让大家帮我一件事情，想让大家帮我一个小小的事情。这个号我就先下播了，你们到我另外那个号来啊，我那个小号来啊，我非生活号，我用那个号开播，然后我有一点点事情想让你们帮忙一下。那个号能开播了吗？